哎，顺风妆化好没？化好，你看看。我看我看看。哎呦我的妈！行，这可以啊，画的有点像栾平，我跟你讲。哎，我跟你说，哎，咱、画成这样，咱俩弄成这样了，他一醒了不会吓死吧？把他吓着才好呢。他以后啊就再也不敢喝大酒了，这样他身体不就好了吗？对对对，不对啊，小美玲，你为啥不化妆啊？对呀、我不用化，因为我相信30年后我还长这样啊。干啥玩意儿？大大姐的你怎么能这样？30年后怎么不能这？你讨厌！哎呀，小敏，你就这么闹，一会儿就通你这坏事儿。我们都化成这样了，你还那样？他一醒了，他不就穿帮了吗？穿什么帮啊？等会儿我就不承认我是小米粒儿，我就说我是小米粒儿的女儿小米面儿。我这大姐就说你，你太不像话了。你有这招，你为什么不跟我俩说呢？你看把我俩弄成啥样了都，化妆化的我手都酸了。你看我这痣点的，好家伙了，那早知道这样我也不用化了，我就说我是赵刚的儿子不就完了吗？哎，那你叫啥呀？我叫啥呢？我叫赵钢炮。那要是这样，我也不用化妆了。那你演谁呀？我就说我是我女儿妞妞。那不行，不可能，妞妞不可能长你那么粗。行了，别闹了，准备好了。哎呦，我天哪，这怎么呢？哎呀，哎呀妈呀，我得找酒喝，我得往回勾勾。哎呀，哎，顺风。哎哎哎呦，你谁呀、顺风啊，我是你大姐夫赵刚子。你这赵刚子啰嗦啥？赵刚子这个祖宗是谁？这是我是大米粒儿啊，你不认识我了？你大姐不是我有点晕，我是怎么的？哎呦，我这有点晕。不是你俩咋化妆了？这是咋的？啊？什么化妆啊？老了，这老成这样了呢？来来来，顺风，过来过来。哎呦，我带你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日子呀？来看看，什么日子也不用化，看看，2048，这什么情况？顺风啊，这是30年以后啊。30年以后，30年前呐，你是天天喝大酒啊，喝完了你就往这儿一躺啊，结果有一天你喝的太多了，你就醒不了了呀，一躺就是30年呐。我喝大酒喝醉了。你不是喝醉了，你是喝蒙过去了，蒙了30年。拉倒吧你，我肯定喝醉了没醒呢，我再睡会儿吧。不行，睡会儿，不行。你站起来啊！你不能再睡了。这怎么的？什么怎么的？你再睡30年，你还有可能醒。俺俩挺到30年以后，就困难。别逗了，大姐，我干啥玩意儿？小米粒，你干啥？他们这干啥呢？你跟谁叫小米粒呢？对，他不是小米粒儿。那他谁呀、啊？他那个是小米粒儿，跟那个田闷闷生的女儿叫小米面儿。对，叫小米面。姨夫，哎呀，小米粒儿，小米粒儿到底是跟田笨笨结婚了啊？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呀，跟你妈长得是一模一样啊！你妈呢？我妈跟王小倩喝酒去了。不是，什么乱七八糟？小米粒儿跟田笨笨结婚了，跟王小倩喝酒去了。啊、这仨人的恩怨情仇是没完没了啊！那你们都老成这样了，我30年后我也得70多了吧？你自己看一看，来，我再上个镜子，照照。我咋老成这样了呢？这还掉色儿呢？那啥，你睡了30年，这我们不得给你洗洗脸呢？你这怎么是掉色儿呢？你这是掉的老皮。对，你这是一层老皮啊。对，那我要是睡了30年，我刚才一起来我就能跑啊。就这事儿啊，给我老公累坏了，他每天第一件事就给你捏腿呀，是就怕你醒了站不起来呀。是，我跟你说，我现在我这老厉害了。谢谢大姐夫。没事，应该的。我儿子呢？啊，我儿子
我儿子，哎呀，儿子，顺风，别动，怎么的？顺风啊？哎，这不是你儿子，这谁呀？你儿子的儿子，我孙子，你当爷爷了？哎呦，这是我孙子，对，他叫什么名啊？他叫钱没了，小门叫乐乐。钱都没了还乐什么乐呀？谁给他起的名啊？你儿媳妇起的。我儿子娶了个没心眼的媳妇儿啊。哎呀，什么乱七八糟。顺风啊，我跟你说啊，这是你儿媳妇啊比你儿子强多了。怎么呢？你说你睡这30年你也没教育过孩子是不？这你儿子要能娶上媳妇儿，万幸啊，万幸啊。啊，就算我对不起我儿子。哎，二米粒呢？我媳妇儿呢？二米。二米粒呢？二米粒。看来二米粒没听过我呀。我爸我妈呢？岳父岳母呢？哎呀，哎呀，你别哭。不能逮谁哭谁，爸妈还活着呢，还在呢。废话，老爷子比你身体还硬朗。哎呦我的妈！有请。对，那爸妈，那顺风醒了，爸妈。一号。我的妈呀！哎呀，妈呀！顺风哎，哎，你醒了？我醒了，醒了好，醒了好啊，哎、孩子。顺风啊，爸，我羡慕你啊！啊，你这一觉能悠30年啊，比你爹叫大。爸呀，哎，哎呀，你看你这头发都白了。我都104了，我头发能不白啊？我印象当中你年轻的时候连黑头发都没有，你拿啥白的呢？这就是我102那年啊，就这茬啊，长出来就一麻白的。不是茬长啊，头发啊。师傅啊，哎爸，你有什么遗憾没有啊？爸呀，我没有遗憾啊，你醒了我高兴。哦哦，当老人的最幸福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你说爸，我听着。就是能亲眼看到自己的子女能变成老人。妈，谢谢。哎，谢谢爸啊，30多年来照顾我呀。孩子，谢谢。哎，看看咱们家。是啊，你瞅瞅这。哎呀，你看看啊，这家里啥也没变呢。你不知道 啊就是多了个挂历。那二米粒儿啊，嘱咐又嘱咐的不让变，怕你醒过来不适应，所以让我们全家人呢、啊、保护这个环境啊。哎呀，谢谢顺风啊。哎，大姐，就是让你30年醒了以后有一个念想。是，来来来来来，顺风你看啊，这30年呢，太感动了，你就躺在这儿啊。哦，我们除了伺候你以外啊，就是伺候这些个家具啊、家电。我可以骄傲地说，这些家具家电都非常好。我看看电视。昆仑酒店前来下，绕着禁区转了一圈，哎呀，很找到了乔乔。辽宁篮球。哎呀，这比赛太好。不对呀，这都30年以后了，这辽宁篮球队这几个小子怎么还这么能穿呢？是这样，师傅。这是经典重播，哦，这是重播30年前的经典的比赛。哦，经典，经典，经典应该重播。我跟你说啊，那都重播经典呢。啊，现在重点的重播的就是《欢乐范米粒》啊。没错，《欢乐范米粒》那是经典的节目啊，每周一晚上9:20。哎，周日还重播呢，收视率还是全国前五。那气人不气人？好节目啊，赵副经理。哎呀，赵副经理啊，我问你，你来，这不是于小脸吗？那个，呀，
这位是谁呀？这位是二姨夫。二姨夫好。不是于小脸，你咋的了？这是？哎呀，我不是于小脸呀、啊。你谁？我是于小脸的儿子于小眼儿啊。于小脸的儿子于小眼儿。对对对。妈呀！你爸的遗传基因好强大呀，这家伙长得一模一样啊。你刚才叫他啥？赵副经理。赵刚子，你干了一辈子物业还是副经理啊？这是那个啊，这都七十了也不退休。你不懂啊，爸，这30年啊，医学飞速发展，啊啊啊，人均寿命100岁了。哎呀，90才退休。哦，哦，王小倩儿，那小子今年都55、56了，还参加军训呢。哎呦，孩子，你领丁醒过来呀？不知道现在的形势，慢慢就适应了啊。谢谢妈。哎呀，全家人为我做的太多了，谢谢了，谢谢了。不用不用。哎呀，真是。夏美玲，夏美玲。夏美玲，啊，对不起，我走错门了。站住！啊，你给我站住！咋的了？你们别说话啊！王小倩儿，对呀，你管她叫小米粒儿，对呀，还骗我呢！哎，还在这儿骗我呢！是不是？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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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啊，干啥呢？演戏呢？带我一个呗，带我一个呗。你别说话，哎，你别说话。师傅，我跟你讲，你这一睡了30年，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了。这个孩子精神不是很正常。你别说话，你不是王小倩儿，他是王小倩的儿子，叫王小店儿。对对对，王小店儿，王小店儿，这是小米粒儿的女儿，叫小米面儿。对，是小米粒儿。跟田笨笨生的孩子，对，明白不？哎呦，他跟田笨笨的女儿，不好使啊，绝对不好使。要结婚也得跟我结。你能不能不臭美啊？30年后我都不会跟你结婚的。小米粒，你真行啊，演戏都不和我结婚。哎呦我的！哎呀，我说命运呐！这句我可太熟了，这句都5G了，啊，还骗我呢？他就是王小倩，除了王小倩，别人不会。二姨夫，别二姨夫了，还在这演啥演呢？还小眼，把眼睛睁开。那个，那个顺风，顺风，顺风，那个这爸，我就已经漏了。啥玩意儿，大姐夫呀？漏，对，王爷，你。你这，你都精神不正常。大姐夫，你这干啥呀？全家人呢？怎么回事啊？这不是当着街坊邻居给我出我丑呢吗？这不是？你别说话了。好家伙，这成本挺高啊，这场戏啊。是吧？是吧？是吧？你听大姐夫跟你说，咋回事啊？是这样的啊，你最近连续喝大酒，喝完大酒以后啊，你就跟二米吵架。医生可看了你那个体检报告了。大姐，我不是吓唬你。医生说，你要再这么喝下去的话，你身体就完了。对呀。所以呀、啊、大家就想了这么个招，帮助你把这酒戒了，明白没？王小倩，这个就你来了，你把这事弄我眼睛都眨出血来了，你还不明白事儿？都你别说话、哎、行了，说你精神不正常你就硬了不就完了吗？在这坑嘎啦的，我跟你说，二米还没出场呢啊，结果这事儿就漏了。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啊，干啥玩意儿？这是大姐，你是咱家最老实的人，你也在这儿这合着伙骗我？我这不是夫唱夫随吗？啊，你咋不跟我挤挤眼呢？那个小美玲说我要演好了，她给我买俩鸡爪子。就知道吃。哎呀，二姑爷啊，妈呀，千万别生气啊！大伙儿都是为了你好啊。我知道。你等着，你等着，二美玲，快出来吧，顺风醒了。哎，我老头醒了。太好了，我的天哪，爸，哎呦，顺风啊，你醒了。嗯，那都说一睡千年，你这睡了30年就醒了。二姑娘，哎，
别演了，顺风啥都知道了。这家伙还想让我睡一千年呢，你啊？漏了啊，漏了。没事，妈，哎，您先回去坐。哎，我今儿就把它演完吧。好，好，好。顺风啊，啊，我错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就不该跟你吵架。我要是不吵架呀，你就不能出去喝大酒。你要不出去喝大酒呢，这身体啊也就不能喝坏了，也就不能虚度这30年了。30年，错过了咱俩多好的年华，错过了儿子成长。不过现在好了，你醒了，醒了就好，以后咱俩呀就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再活个30年，行不？媳妇儿啊，哎，如果30年以后咱们两口子真的能够手拉手的站在这儿，如果30年以后咱们全家人能像今天这样高高兴兴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大的福分呐、啊！媳妇儿，演了啊，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喝大酒了，再也不惹你生气，再也不和你吵架了。谢谢大家，谢谢爱我的人。有爱才能天荒地老，有爱才能永远的幸福，有爱才能天天的快乐。我们家最大的幸福就是能这么和谐，这么相爱。我们家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一起慢慢变老。哎呀，这么说吧，你们家太厉害了，你们家呀。这样哎，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哈啊，全家人都在，来，我给你们拍张照，怎么样？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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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